大家好，今天星期日，因为是清明节，志工没有时间做饭，所以今天我们老人家没有便当，那我自己煮了白饭，又卤了一锅，有菜，有贡丸，有蛋，有鸡肉，一锅搞定，这样我比较轻松，不用站很久。很方便啊，这样一锅又可以吃两三天了。有豆腐啊，卤蛋啊，香菇贡丸，还有放一些高丽菜。现在高丽菜很便宜，要多吃一点哦。拜拜。